是珍珍。你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老师啊。不行，班长平常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敢讲？不行，我不想讲。老师是直接说出来，一切就真相大白，你不会再被人怀疑，老师一定会有所安排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就是告诉你，这个应该讲的比较明显。今天我们课上到这边，昨天老师讲了很多些的事情。